是明天抓的啦。OK， 大号鉴宝。珍珍，林子，好奇。啊？好奇。所以是这样的，自从上一次跟洋葱屁完那一集之后呢，我突然发现他们三个女生都没有自己的人像画。他都有，我们没有。所以今天我特别找了一大堆图文会师朋友们来一场会师大乱斗。这次参与的朋友们有，就让女生他们挑出他们心目中最强的人选，搞不好可以凹他们做烂贴纸。没有啦，不会付钱，十万块我也付。开玩笑，没钱。好小气，妈超。那我们就直接看向他们的作品吧。Lego， 好，那我们第一位会是繁星，不是繁星哦，对，繁星，繁星吗？老观众对他应该都不陌生，他就是之前帮我画人像画的那个会师啊，我的 IG 头贴也是他画的，同时他的贴图也是他画的啊，他现在频道主作《麦怪实况》，那我们来看看他的作品吧，不错吗？我发现他的图跟之前的有一点不一样，瓶子啊！哦，瓶子，瓶子有内内，谢谢你赐予我内内。然后下一个是晨晨的。哦，我怎么觉得我们俩长好像？你们两个长得很像吗？晨晨没有眉毛。可能他不知道晨晨眉毛长怎么样。我们都有爱心。这就是我们第一位繁星的作品。好，那我们第二位会师是我们的阿啾。这是你们两个爱看的，就交给你们介绍怎么样？来介绍一下阿啾。阿啾小剧场。啊，介绍完了吗？妹妹。哦，阿啾。他听得懂吧？好，来看一下阿啾的图。我不会画这光头呢。说住。哦，头好辣，你的厚出来了。比我还厚了，影子的。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好亮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好丑、哦。会师是我跟鹅肉面的朋友啊，波比好朋友，他的画风非常非常特别，我自己啊是超级喜欢的、啊。如果你们也有像我一样超爱打那个洛克的 X 系列的话，我相信你们会喜欢的。松鼠，哦，好酷，好动他们两个，你看他们三个完全就是好动玩，这啥？美人在打电动，打电动，我就知道啦，对，我知道，以前的那个，你好气，对，就是以前那种像素风的那种电玩。你看他们这样子的手都会做的比较大一点，比较有那种卡通感，好可爱。晨晨，哦，晨晨的也蛮屌的，帅哦，帅，他很像那个某个游戏的技师之类的。哇，你超像，你好像外国人，我超喜欢。对，嘴唇再厚一点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波比的作品。之后我很想要跟波比合作一个小电玩游戏这样子，如果之后我有那个预算的话。好，那我们第四位位置是我们的新卡米克。就是一个画猫咪的会师，他的 FB 跟他的 YouTube 都充满的猫咪，喜欢猫咪的可以去看一下。他会把我们画成猫咪，哇，真的是猫咪耶，好亲耶，猫咪吗？这是晨晨呢，扒成瓶子的也是猫咪。我是妖怪吼，我是妖怪，你叫妖怪吼，妖怪。你也是妖怪。你们三个画的有点像花吗？多一点点。好，第五位会师是我们的蛋哥超有事，大家之前应该都常在 FB 看到他画的那些图文啊。啊，他上次跟我说他现在都转做 YouTube， 因为他之前出国出差的时候比较少用 FB， 然后就出席不好就去 YouTube。这能这能讲吗？松鼠。哦，好亮啊！我觉得画太正，女神降临。对，他就是类似韩漫那种的。我对于韩漫我也是有一点了解。漂亮干姐姐，啊，这平正哦，有像哎，我觉得有像，我也觉得有像，我觉得有像，刚刚很漂亮，不像我，晨晨的，看晨晨的有，他有眉毛，有一点眉碎吧，嗯，太正了。好，那我们第六位会师是维腾，好人。好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其实我跟维腾根本不认识，我们是这一次合作我才跟他认识的。然后我上次在现实动态发了一个、我影片字幕上不完，我们又不认识，他主动赖我，他说健保要不要帮你上字幕？怪，好暖哦！我们连见面都没见面过，你就要帮我上字幕，人也太好了吧？总之，维腾的鬼故事系列绝对可以看。
非常好看，我们四个几乎全刷完了。对，他们整天在我家就是在狂刷维腾的。看维腾，看维腾。有没有期待维腾的作品？有。我什么要脱下？为什么要？我已经看过了。这个体型超肥的，你没有这么瘦。所以一次那个表情。下一位，好，那我们第七位位置是阿靖的好朋友啊，阿靖激推的惠师，原本是一名日常插画家，后来转做 VTuber， 一个可爱的女孩子。第一个是晨晨，会动哎，好可爱哦。完蛋了，你们词汇很少，只会好可爱。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，你该说好可爱的。松鼠。哇靠！又带正，又带正。天哪！哎，这个法师，这个法师是黄宝亮吧？眉毛有出。下一个是品质的。明天，明天，明天，最好是你是马明吗？哎，你看明天会眨眼哦。Okay. 而且他还画这种动图，哎，是 G I。你好有心。第八位是我们的土豆，您最值得信赖的疗愈系动画作家，真的可以去看一下他的 YouTube 频道跟他的 IG， 都很好笑，我觉得超有梗的。晨晨，好辣，你也是性感的。名字，在地板工作吗？乱了。而且他还有做这个。你以为刚刚只是一张图这样？对。那第九位是我们的台湾老牌台湾最美图文作家啾啾妹的作品。那这样啾啾妹大家不陌生嘛 ？OG 级的。那我们来看啾啾妹画的女人啊，这个是谁？主持人。哦，他把你魔咒画出来了。他眼睛好可爱，好帅哦。他还帮你画胎记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细节哦，果然 OG。我很喜欢这张，是我的红色裙子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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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而且他的牙齿只有一颗，这样像松鼠这样，好可爱哦。来一个，哦，撇，是我的包包，撇还有蜜唇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做图文作家对你们的那个印象都是非常的鲜明的？你就唱歌、动作、一字马跟机车。第十位是咱们的鹅肉面，期不期待？有点害怕。哎，鹅肉面真的是我台湾 YouTube 非常非常非常欣赏的一位，哎，跟我一样艺术家。认同一下，是的，团长，一定是大名。来看看我们鹅肉面画的作品。我就知道会细细的，我的动作好神奇哦。你的屁股多优，你看看。我的动作才神奇吧？换你来试一次，你来试一次。一二三。真的是超喜欢他的这一个，很帅，真的超帅，真的画得很好。好，第十一位图文作家是我私心找来的，因为他实在太正了。台湾寻奇里面的贝基，哎，台湾寻奇也有三本著，哎，有贝基、Lucy 跟那哥，哎，还有黑龙，这也是我最近非常常看的 YouTuber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贝基的作品，地上松鼠的，我你又在唱了。这种美式画风、卡通画风，我真的是深得我心了。那是一个那个公主闯天关。这个画风我真的超爱耶，爱死了！品质的，好像飞天小女子，对，这种类似那种，我觉得我都被可以画成卡通了，好可爱啊！三张图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晨晨的，他晨晨真的画超好的，他没有画摩托车，画这个小的那种扭扭车超屌，这个我们都可以发。可以吧？人长得又正，画工这么好，哇，晕了。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我们的老朋友姬韵娜，漂亮女孩子，画工又很不错的代表。我们来看看姬韵娜画的。哦，这个他用电脑画的、哦。他跟我讲说他刚学电绘板。这是刚学吗？好讨厌的。我只能画火柴人。他帮你画成绿色的这种感觉。对，他这个我们一人一个颜色吗？没错。哇，我们是校园家。哇，你是蓝。老师，你们三个一起走。Oh, 好好看、哦，好想出道哦，我超爱，有点感动的感觉。对对，我也是画面的，天啊，太扯了。哎、欸，很快，时间很快，我们直接就来到最后一位了。我还想再看更多。
哎，十几位要找到十几位超难的，好不好？最后一位是我们的台中同乡路人的作品，你们最近一直狂看的路人 Love 系列，绝对要看，真的太好笑了。路人是我所有的会师里面最反差最大，就是我对他的期望就是可能是画成一个肌肉层层这样子，是吗？不是哎、欸，是超级辣妹吗？希望我有大奶奶。在动物里面吗？在。这是 Q 版跟认真版耶，对，还一个 Q 版一个认真版，我好喜欢后面那个，我比较喜欢前面那个瓶子，哦，好可爱，这是你那个挖洞的那个，然后松鼠我最喜欢，你别演，我也喜欢，好可爱呀，哎，三个人这样，好可爱哟，那路人的有点超乎想象，我以为什么画什么动物，然后肌肉，对啊，他好认真，看这个图感就会呀呀呀。没有，这十几位会是你们最喜欢的。金鱼脑，你们三个都投给金鱼脑一票。第二个喜欢鹅肉面，我喜欢阿基哦，因为把我画得好正。各位回顾一下，图真的太多了。这个也是谁哇？土豆，土豆，哦，土豆鱼，好屌。我后来想想，其实要排那个前三名，其实有点难。大家都画得太好，大家的那个画风都差的有点多，风格太强烈。风格太强烈，那个是难比较的。欸，留言告诉我你们自己最喜欢的会师的作品是哪一个？之后我还会有一个小企划要做，小小企划要出烂贴图了，期待。我有点想出欸，你要花钱的吗？十万吗？花肯定花，十万是肯定有点硬的。啊，我有点，他们有点硬，为他答应的。非常感谢这几位会师的帮助，让我们在疫情下还有这么有趣的影片可以看，好感动欸，帮助。流泪，我也非常感谢感动这群会师们花时间跟我们一起做这一部的企划，哎，总之就是这样子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